大家最喜欢看的，大家最喜欢看的可能就是小矿与猴子的互动。姐姐姐姐，真假小帅打架，真假小帅打架，别吵别吵别吵。音乐，别。对，我们过来玩，不要去拿吃的。不要模仿小矿，不要模仿小矿。对，我们猴王生气了。我咋好火一天天的？哎呀妈呀！我咋了？我们是工作人员啊，一会儿这个我们来打扫。对对对，会扫的。这个卫生问题。对对对，会。小矿在这上班时间比较久啊，对每一只猴子的脾性比较了解，知道吧？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啊。俊，咋的？不服啊？再打一架。再打一架。这个猴王戏精一枚啊，会跟你聊天，然后会那个啥呀，懂吗？跳刀拿出来。哎，你吓我一跳。这个拿起来，这个起开。